就比较果断呢、哦，然后也比较成熟。带娃追星吧，追星那有很多海报。我觉得95以上的很老，好像很成熟，但又完全不是。有带狗吧，比较爱讲大道理呀。Yeah.会把自己的人生见解讲给你听呀、yeah, 比较勤劳和老实，感觉比00后还要成熟稳重。那如果现在有一个90后的男生要来追你的话，你觉得他多少你觉得你可以接受？95以上都可以。95以上感觉就年龄太大了。90后的恋爱观跟我们00后恋爱观不同。90后他们生长的环境比较朴素一点，可能00后现在就资源比较多。我觉得我们就是得比较懒一点，因为我现在觉得00后他们做东西的态度跟90后差很远，迟到之类的，然后喜欢会自己找借口。可是你也是00后的哦。我是准准00。 Oh my god！Wow! 比如说之前我们去云顶的时候就会聊之前云顶长什么样子啊，然后我们就觉得很新奇，然后有时候很像他会问我们一些问题，然后我们跟他讲他又会不想听这样子。